轻松，不知道去哪里。斯马里奥，你在哪里？嗨，大家晚安，我是泰梅。今天选了四首歌，都是小时候，因为我妈妈很喜欢买那个西洋白金唱片，所以我就想说今天是一个轻松的夜晚，那就唱一些我小时候很喜欢听的那种轻松的歌，就是慢慢的啦这样子。然后有一首歌我很喜欢，那是一个老电影的插曲，然后应该很老了，一个法国的一个演员，女演员。大家有听，应该都有听过那首歌。好，
说，就是我下一首歌是我说刚才说那个我很喜欢的一部老电影，它一个场景就是一个他们在一个类似咖啡厅吗，就是可以有人可以跳舞的那种，然后那女主角喜欢的男生就帮他，就在一个嘈杂的环境这样，然后那个女生喜欢的男生就帮他戴上一个耳机，然后前座就前奏就行，前奏戴上耳机，前奏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耳机可能有一些接触不良问题，要换了，要换。帮我去。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，然后它是一个也是大家都听过的，这是一个广告的配乐嘛，对，
沙的广告，我也还以为你会说西沙。对，金沙的金沙的广告，来一首。不要看他长这样子，不要看他这样子，唱歌很好，不得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把舞台让给你，谢谢大家。